端午连假，那总统蔡英文选在今天呢来世岛这个陆战队六六旅，那这里呢也是这个数位北台湾非常重要的坚实战力。那总统在这里呢，除了颁发加菜金跟希望呢国军能够持续的守护台湾之外，这边也展示了最新的武器，总统也是亲自的试导，一起来看看。好，那我可以看到总统一抵达这个武器展示装备室的时候呢，他是直接的拿起了这个国产的这个红准飞弹哦。那这个也是呢这个反装甲非常重要的这个国产的精准的武器。那总统呢也是非常轻易的呢就把它这个上街，然后呢来试试看要怎么样来操作，也就是这样子的变形式武器在接下来的不管是这个国土的捍卫，甚至是这个反敌军的部分，都有非常重要的功用。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。